你要思考，我为什么要上山，我为什么要来金马仑。中国古代所说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以修身为本。我们身作为一个器皿，你如果不修这个身，那么你是不可能真正成佛成菩萨的。大家在圣经中看到耶稣基督带了5000人上山啊，但是上山干什么？你们只看到他分饼吃啊，这个大家都没有吃饭，然后于是他就问身边的人说有没有带食物给大家吃。最后呢，这个信他身边的弟子说对不起，我们只有几条小鱼和这个好像是2个饼还是几个饼。耶稣基督说不要紧，他们是可以吃饱的啊，然后于是就分饼给大家吃。结果是这个大家吃完了以后呢，5000人都吃完了，都吃完了以后还剩了零星，还收拾了2大箩筐啊。这是圣经真实的这个故事啊，真实的故事。当然现代人说这是神通啊，这个变幻术啊。当然这有2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什么呢？一种可能就是搬运术，这个在我们修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可以进行时空的搬运啊，就是把这个未来时空的东西搬到现在来用啊。但是这也有个规矩，比方说我们搬运一些东西，搬运药，搬运什么给大家来治病，真的物质世界会显现的啊。那么但是同时又要把钱还给人家，哎，这个万物都有主嘛，对吧？你从药材店搬了一批药材来给大家来治病啊，或者搬了一些食物，那就是食品店嘛啊。但是食品店人家也是用面粉买来面粉做成的饼，突然这个饼都飞了不见了，哎，你得把钱给人家，一个饼卖1块钱，用了5000个饼，你得给人5000块啊，这是规矩，这个就叫法界中的这个不盗，你不能偷盗。说为了我弘法，我把人家饼店的5000个饼偷来了，最后给大家分了，把这个鱼啊这个偷来给大家分了，那这就不盗义了啊，我们就是叫仗义之举啊。所以是那你要把银子啊，把这个金币还给人家。但是我们从圣经上没有看到这个说同时耶稣基督又把5000个金币还给人家，没有这个记载啊。所以是这是一种可能啊。那么大家又从简单的4%的物质界来分析，这是有一种可能的，不是没有可能。当然时空是在2000多年前，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历史调查了。但是第二种可能是什么？第二种可能这个实际在中国古代叫祝由术。祝由术是什么？就是你们饿了对吧，哎，现在我手里就这么多东西，然后我通过这个东西加持啊，然后借物显灵，然后使你们都吃饱，这个是可能的，这很容易，这很容易。那么这叫什么呢？这叫什么呢？辟谷术。就是你不用吃都饱了。你不要把那个饼啊鱼啊吃到肚子里你就饱了嘛，对不对？大家在圣经中看到耶稣基督带了5000人上山啊，但是上山干什么？你们只看到他分饼吃啊，这个大家都没有吃饭，然后于是他就问身边的人说有没有带食物给大家吃。最后呢，这个信他身边的弟子说对不起，我们只有几条小鱼和这个好像是
两个饼还是几个饼，耶稣基督说不要紧，他们是可以吃饱的啊。然后于是就分饼给大家吃，结果是这个大家吃完了以后呢，五千人都吃完了，都吃完了以后还剩了零星，还收拾了两大箩筐啊。这是圣经真实的这个故事啊，真实的故事。当然现代人说这是神通啊，这个变幻术啊。当然这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什么呢？一种可能就是搬运术，这个在我们修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可以进行时空的搬运啊，就是把这个未来时空的东西搬到现在来用啊。但是这也有个规矩，比方说我们搬运一些东西，搬运药，搬运什么给大家来治病，真的物质世界会显现的啊。那么但是同时又要把钱还给人家，哎，这个万物都有主嘛，对吧？你从药材店搬了一批药材来给大家来治病啊，或者搬了一些食物，那就是食品店嘛啊。但是食品店人家也是用面粉买来面粉做成的饼，突然这个饼都飞了不见了，哎，你得把钱给人家，一个饼卖1块钱，用了5000个饼，你得给人5000块啊，这是规矩，这个就叫法界中的这个不盗，你不能偷盗。说为了我弘法，我把人家饼店的5000个饼偷来了，最后给大家分了，把这个鱼啊，这个偷来给大家分了，那这就不道义了啊，我们就是叫仗义之举啊。所以是，那你要把银子啊，把这个金币还给人家。但是我们从圣经上没有看到这个说，同时耶稣基督又把5000个金币还给人家，没有这个记载。啊，所以是这是一种可能啊。那么大家又从简单的4%的物质界来分析，这是有一种可能的，不是没有可能。当然时空是在2000多年前，我们没有办法去做历史调查了。但是第二种可能是什么呢？第二种可能啊，这个实际在中国古代叫祝由术。祝由术是什么？就是你们饿了，对吧？哎，现在我手里就这么多东西，然后我通过这个东西加持啊，然后借物显灵，然后使你们都吃饱，这个是可能的，这很容易，这很容易。那么这叫什么呢？这叫什么呢？辟谷术，就是你不用吃都饱了，你不要把那个饼啊鱼啊吃到肚子里你就饱了嘛，对不对？耶稣为什么带人到山上去练？这个那个时候交通还不方便，对吧？你想耶稣带着5000人，从城市到山上，他要走好几天的，啊，就是你们要从吉隆坡，走到金马伦，你们是不是要走好几天的？啊，尤其咱们脚力还不好，对吧？你要走好几天才能上这个山的。那上了山，难道就是吃饼吗？啊，就是吃饼吗？不是的。不是的，就是所有的一生成佛法，寄生成就法，无论你是成佛成仙知还是成道，都必须借助天地的力量，众生鬼神的力量，已经成就者的这些大德的力量。他们可能是成了佛菩萨了，可能成了仙知了，可能成了神仙了，哎，那么我们要借助这个力量。还有一股力量，就是因为我马上清明节了，我马上要借这个九族的力量啊，借过去七世父母的力量啊，所以是七世父母的九族的力量。我们必须寻找这个和主龙啊，也就是我们古人形容它叫龙，也就是它，因为它特别长啊，特别长，并且是曲了拐弯的啊，那么它起来的气呢？就是去了拐弯的延绵不断的很长很长的一个气，那么这在古代叫龙气。龙气都有原发地，是不是？地球的龙气的原发地在哪里呢？哎，我们地球的最高峰喜马拉雅山啊，因为所有的这个高山都没有高过它的。那么地球上的所有的水，陆地上的水都源起于这个高原
啊，往东西南北，东南西南西北啊，这个西南方向去流啊。你看这个我们的大地里都是，哎，那就是龙是源在那个地方的。原来那个地方呢，我们有一年我们是去了尼泊尔的这个主龙，就是这个九宫中央龙啊。但是大部分时间我们是那个地方海拔太高，大概我们到那个3000米的那个地方去啊，这个一般人受不了啊，那个强压就是不能呼吸，沉重啊。那么你们这儿有的去了就摔跤，哈哈，这个还把这个脊椎骨摔坏了。我听说最近好了，挺高兴的啊。这个就不行，一般人在那也不能长待，就包括我这样的在那边长待几天，马上就水肿，然后什么这个，因为我们不适应，人家原住民是适应，我们去了不适应。所以那还有方法，就是什么借支龙修炼，支龙从中央龙分出去8条龙。支龙上修炼的点呢，基本上海拔在2000到海拔到1000这样的一个高度啊。那么这最后适合我们修炼，因为你基本上去没有高原反应，啊，没有高原反应。然后人一般的在这样的环境下，你慢走都不会产生剧烈的高原反应。同时呢，在这些地方呢，支龙会脉就是往南龙解龙珠的地方啊，往东龙解龙珠的地方啊，东西南北8个这个方向的龙它都有解穴地。那么你在解穴地修炼，等于是这个龙的皇庭，这个龙的中宫修炼，那么按照全息科学理论，你就同步的就回到了喜马拉雅山的中央啊，中央龙那个地方同步去修炼了啊。因为它是这个连着的啊，就像你的人体对吧，你的胳膊跟你的心脏是不是连着的啊，你这个只要通过胳膊也这个血液也这个也去流去心脏了啊。然后它这个叫全息科学。但是我们通过练手心可以练心脏，练头顶的顶轮穴我可以练心脏，因为中央的心脉啊，在各手心脚心头心眉心Yeah, 都是可以练心脏的，这就叫全息反应。所以我们今天请大家来到这个南龙的解穴之地，那么这个叫皇庭，那么就是这个金马伦高原啊，金马伦高原。那么随着我们在整个的这几天在高原上呢来修炼啊，老师会通过这个砍鱼穴，又叫这个寻龙诀啊，古代叫寻龙诀。为什么岩石出高徒啊，要雕刻你，你是一块美玉，你在学生的时候只不过是一个什么美玉，我很欣赏你，但是看不到你的，外人也看不到你的美，你自己也看不到你美，你的美在那块石头里面。但是真正你拜师学艺了以后，老师不客气，拿那个凿子就怎么吭嚓吭嚓吭嚓铁锤一砸，那块嚓就没了，对不对？哎，再拿那个小雕刻刀，嘣嘣嘣，眼睛出来了哈，对不对？你非得要忍受那个疼，啊，忍受那个疼，忍受那个折磨，哎，最后，哎呀，一个玉观音出来了，哎呀，一个玉莲花出来了，哎呦，一个金子，金色的什么出来了啊？所以这叫雕琢，这在中国古代就是雕琢啊，必须要用锤子。用那个铁签子砸你，最后要用小细刀磕你雕你啊，那么最后就把你雕出来了。那如果是说哎呀，你这个玉观音挺美挺美，实际上是一块很美的玉石，不是玉观音。那么完了，老师天天这么欣赏着你，实际上你一辈子还是一块顽石啊。所以是你们今天来的很多人也在各个宗教团体啊，学习团体啊学习过啊，那么基本上你们是什么呢？就是你们是那个没有被雕琢的石头，哈哈。为什么他们都捧你们？哎呀，你是大菩萨呀！哎呀，你是真有钱！哎呀，你的德行真好！为什么 ？Money come 啊，然后你支票填多一点啊，因为你这个对我这个师傅啊，对我这个法师啊，你看他特别慈悲，对我老是这个很那个。啊，但是真的这样会害了大家，因为
你找一个师傅，你找一个老师，你是要被雕琢的，对不对？师傅，你大胆的把我刻出来啊，那我才能散发出我的本性佛陀的美，本性道的美，本性这个上帝的美，因为那是最美的。说是老学员都知道，这个经常被骂啊，经常老师脾气不好啊，鼻子不鼻子，脸不脸啊。这个到了徒弟就更惨了，基本上还要被打啊，这个不行，老师在后面一脚砰就踹过去了啊，这个就是骂他也是狠狠的，为什么？这个不着不成器啊，啊，不着不成器。所以大家如果是说你只是愿意让老师欣赏你赞美你，也可以提前跟我说，那我就不骂你啊，绝对把你捧得乐颠颠的，一天到晚的啊！这个我很会捧吗？能讲课的人说的这么好，你说捧个人他就更美了，是不是？更好听了，是不是？那你要说师傅，你就使劲敲我，使劲砸我，使劲啄我，那你也告诉我，那我也对你不客气，因为越早把你雕琢出来，你的美越能够利益大众，啊，能够普度众生啊，那众生就有福报了。因为我们人的美是给别人看的，我们的能耐是给别人用的，不是给自己的，所以大家要接受这个雕琢。我们身体是个器，是一个这个载道的器。现在不修炼的人以不修炼而荣耀，说啊，你看你们这些修炼的人精神病院出来的，这个没事你找事，你怎么去修炼呢？实际上我们真正明白的人知道，这个人生在世修炼是第一件事情。为什么呢？这个不修炼人的这个身体啊，这还给你们欢迎啊，你们就掌声一下听听也好。他这嫌你们刚才老师说的话掌声不够热烈，人家就来个热烈欢迎，你看这很热烈嘛，对不对？啊，老师刚才说到哪儿了？人家热烈欢迎了。说是这个人一辈子来就是要修炼啊，结果这个鞭炮就起来了，这就证明这句话说的多么恰到好处。这个不修炼的人把人体变成什么了？你们想想，你们把吃的扔进去了，把人家骂你的一些不好听的话收进去了，说是你们几乎这里面没装什么好东西，是什么呢？垃圾桶。因为你装的烦恼，装的这个吃的东西进去的乱七八糟的东西，说是为什么要引导大家辟谷？辟谷的话就不吃了。不吃了，反倒这个把你这么多年没休息的这些心肝脾肾肺，让它休息几天啊。那么同时进行一次彻底的置换，把这个这么多年你们几十年甚至一辈子积累的东西怎么样，垃圾清出去。因为不修炼的人把身体变成什么了？就是垃圾箱啊！你想想，真的，你一辈子就是一个收破烂的。收垃圾的人啊，把别人骂你的话收进去了，把所有的烦恼什么收进去了，把所有的这个不健康的东西收进去了，结果导致老了以后怎么样？老了遭罪了，对吧？烦恼这个精神不痛快呀，肉体生病啊，对吧？家庭也不和睦啊，这是什么原因？因为你没有及时的倒垃圾，太臭了。很简单的，就是你把这个人体当垃圾箱了，你成了一个收破烂的，都藏在自己的这个身体里面了，所以说，那么这个身体它是用来干什么的？我们特意跑这儿来闭关，我们的身体用来是干什么的？哎，人家古代给这个身体起了个名字叫载道之器。载呀，就是载人的载，载货的载，承载的载，车拉东西的那个东西啊，是载道。说是这个人体里面要装什么？要装道，
这个人体就是一个装道的宝贝的这么一个宝器啊，器是器皿啊，对不对？你们的杯子里装了什么？装白水只能卖个白水价，那么你要装咖啡，哎，你这个就可以卖出一个咖啡的价钱。如果装上白兰地呢，哦，那就更值钱了。如果用这个杯子装了黄金呢，啊，那就更值钱了。所以大家要知道，你的这个身体是个器，是个宝器还是个垃圾桶，由谁来决定？由你自己来决定。是不是？这个就是什么，古人把人分成君子和小人的分别。君子坦荡荡，君子是什么？君子就是不为自己，为他人奉献的人，这是君子。他是利益天下的人。小人常戚戚，小人常算计，这个那么只是为自己的利益在算计，为自己的家庭在算计，为自己的那个小算盘打得哗啦哗啦，这就是小人。所以一个不修炼的人几乎通通，无论是你是富豪，无论你是多么高的地位的人，都是什么？都是小人。一个开始真正懂得修炼的人，因为你开始懂得自重，你开始懂得保重，说是你开始由一个小小量级的人物变成重量级的人物。说保重，保重就是现在你的重量不要减。那老师我要减肥怎么办？哎，你不是那个身体那个重量，是你里面的那个能量的量级。刚才说你要是黄金，你不要是白水，你要装就装黄金进去，你不要装白水进去，这就是量级。你要保重，我们中国有句话，你要保重啊，我们要分手了，哎呀，张老师你要保重啊，我就说你要保重啊，这保重是体重不减啊，啊，你以为保重保重量啊，不是，你这个不要缺德，你嘱咐老师不缺德，老师也嘱咐你不缺德，因为一缺德量级就损耗了。仁义礼智信，天地人，三才之德，纯德纯道，哎，这个德你不能缺，德不缺你的量级就保住了，所以这个就叫保重啊。这个谁能保重呢？叫自重。哎，说你自己要珍重啊，自己要保重啊，所以靠你自己叫自重。说是我们这样的不停的保重、自重、增重，你在这个世界展现出的价值是比一般人都大的。说这叫君子啊，说是自天子一字以赎人，一是以修身为本，修此身器也，修你的这个身，做一个载重的器皿，装黄金的器皿。说古代叫金叶炼丹术啊，玉叶，玉叶就是玉石嘛，玉叶炼身法啊，金叶炼丹术啊，这个把自己的肉体炼成金刚不坏的，像金刚钻一样的宝器，叫报身成就。说是自君自天子就是国王，一至以熟人就是百姓，一是以修身为本，本立而道生，就是你这辈子干什么，就是修身，就是修这个身器的，把垃圾倒掉换成什么，换成百宝箱啊，把身体做成百宝箱，逢是垃圾的东西我不再丢进去，所有人对我的诽谤，对我的憎恨，对我的不好的东西我都不再装进自己的这个百宝箱里面，因为这不是宝贝，这是垃圾，我怎么可以放在自己的保险箱里去呢？别人对我的赞美，别人对我的歌颂，别人对我的欣赏，我通通收进来啊，那是什么？那是宝贝，那是很珍贵的东西。是，那么还有是什么呢？你这个百宝箱要加一把锁，加上锁，别人就不能把你的宝贝给偷走啊。所以说我们要修身根不漏，修此这个身气不坏，变成金刚啊，这个钢铁做的，别人想破坏我的这个百宝箱，他打不碎它。你是个瓦罐做的，你砰一下子就把你砸碎了，不是吗？哦，所以是大家要知道，
这个修身为本，是修这个，修一个金刚不坏身，里面准备着装百宝啊，装百宝，而不再装垃圾啊，不再装垃圾。说是那么这个修身啊，修身它是一门大科学，并且这是作为一个人所必须的。说今天是一个是非颠倒的世界，那么什么就不重视这个人体，不重视这个生命。比方说我们今天在美国也听说了这个大家知道最近的这个瘟疫十分严重，在全世界蔓延。但是为什么美国它不防疫？很多国家刚开始欧洲它也不防疫，因为这里面面临着这个选择，让股票跌吗还是升，这是一个选择；让经济繁荣呢还是经济大萧条，这是一个选择；第三个选择是生命死有可能，但是比例数不大啊，就是这个按特朗普先生的话，就是这个病得了死很少的人的，也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死的，大部分人是自己会好过来的。说是那么这就是回到个人来讲，那么你得了这种病有可能是死，有可能是不死，死的概率是3%，不死的概率是97%。那么在你身上面临着一种选择，你马上，你不管这个病，你马上就能发财；你不管这个病，你的事业马上能够上台阶。那么因为你的死只有3%的概率，你们怎么选择？这个选择不要命的举个手给我看看。哎，你看还真有人在。要有3%中呢，中了你赚的钱干什么？能买命啊？那你能够事业你还有吗？你死了，这个气没了，这个身没了，这个命没了，那你这个股票再生，经济再繁荣，对于这个死去的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场空啊。你是拿到钱了，你是拿到了事业的高峰了，然后你死了，死了一场空，这有意义吗？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教育彻底的失败。我们叫以人为本，就是人的命是最重要的，是最值钱的。说这也看出了文化的差异性，在东方的中国，他就选择宁肯要命不要钱。六道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我们为什么要修炼呢？我们是为了处理这个轮子。这是一个什么轮子？大家看一个小白鼠跑轮子啊，把它聚在一个轮子里，小白鼠啊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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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就像你们白天干晚上干，白天干晚上干，白天干晚上干，今年干明年干，干来干去，你认为会干出个人样来，干出个出人头地来。实际你无论怎么干，怎么跑，怎么努力，最后是什么？还在那个轮子里转呐、啊、转呐、啊、转呐、啊、转呐、啊。说一个不知道从这个轮子里面出去的人，你没有出离心的人，你这辈子你是富豪，你是达官贵，你是任何的人，你都在这个轮子里面转的，无非是这一世是人，下一辈子是小老鼠，再下一辈子可能去地狱，再下一辈子去天道，再下一辈子去阿修罗道，你就不停地在这里面悬呢，你没有办法出去啊，出去啊。那么怎么样才能出去？出离心，就是哎，我不跑了。所以大家为什么让大家上山？上山了，你就心不跑了，身也不跑了。你看看你们在城市里面，你们早晨一起来就闲不住，出去了，到黑了回来了，忙了一整天，身在跑，心呢野的更野的。哎呀，看看我今天能不能正中一个多多哈、啊？今天能不能中一个 4D 哈、啊？在这儿好像是没有啊，有也不去买，哈、啊，为什么？这心不要跑掉。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最开始带僧团是
游僧就是到处偷钵要饭，没有素食这一说啊，没有素食这一说，只是不让吃五荤啊，人家用荤做的不能吃，就加了大蒜的这些都不能吃。那么吃素是梁武帝规定的，他为什么呢？他这个这些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要挨门乞讨，你不能躲过专门找吃素的人家讨饭。那么你去人家都做好饭了，那你就是有什么你给你一口，对不对？炖的排骨，挖一勺子排骨，一个大米饭，那你就这么吃，对不对？你说我不要，不要人家就没有机会种福田了，因为僧人去讨饭是给施主种福田的啊，所以是那个时候没有要求是素食。后来是到了释迦牟尼不在的，你像泰国印度一些地方，他们知道僧人应该吃素，吃素更好修炼，所以他们主动的煮素食斋僧啊，这个才有这个风气存在。这是佛法传开了以后的事情，说大家不要搞很多的所知章，说只有吃素才能成佛。哎呀，牛羊天天吃素几个成佛了告诉我，没有吧？说是只吃素不修炼不能成佛，大家要知道这个吃素不是成佛的必要条件。那我们在藏传佛密修炼的时候，在最后冲命功的时候，要把身体完全光化的时候，师父还逼着你吃肉啊，你不能吃，吃了吐再吃。为什么？他要那个力冲你，你吃草他冲不开你，那个脉结他冲不开。密勒日巴大师在修炼的时候，是他最后一个关卡，是他妹妹和他当时的未婚夫啊，带了一点肉干给他，他吃了以后立马就飘起来了啊，在空，就是他最后能够在这个虚空中飘着，双腿盘着这样走，在空里飞行，是因为他吃了那个，把那个脉结最后冲开了。所以大家要知道，要讲科学事实，不要你们大部分接触的是这个显宗大圣小圣不派佛教，输入了很多我知章啊，我知章就是障碍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实际上不是这样，也更没有这一说，说你不饿辟谷一定不能成佛了，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说这个把障碍给你们破了，把吃素的障碍也给你破了。我们修炼无非四大板块，清音消业，修心练命啊，修性啊，就这四大板块都贯穿在整个的修炼之旅的这一个整个的这个时间内，是一个高度压缩的一个板块学习啊，是来这儿学习，来这儿修炼，来这儿找正量来了啊，不是来这儿过瘾，来这儿玩的。老子有句话叫道法自燃，你是否已经把自己燃烧起来？炉中不断千年火，心中常燃万年灯，心境常悬西天月啊，那么这是所有修炼的根基。人强调有为是阶梯啊，你上楼要个梯子吧啊，你上瓦顶房顶你要个梯子啊，那么这个是一个修炼的一个阶梯，当你上去这个梯子就没有用了，就不要再用啊，所以是啊，我们叫借假修真，借着这个有为的这个假，在修的过程中要进去一个真。什么叫真？真就是真实的真啊，那么这个前面你用脑的这个部分都叫有为法啊，它都是假啊，虚假的假都不真，
那么南传部派佛教我们接触的还有其他的所谓的这个禅宗啊，现在的大乘佛教或者是西方的 meditation 的一些方法，那基本上都是处于这个有为法这个层面的啊，处于有为法这个层面，也就是不停的在什么是大脑制造啊，制造最后制造一个大脑的假象啊，然后安置这个假象中。比方说在西方的 meditation 中要求你观想你在这个蓝天下，你在海滩上啊，你在草地上啊，大家就慢慢就放松了啊，就感觉到自己很舒畅了啊。那么实际上你在哪练？你在家里练，你在房间里练。那你在房间里练，你是真的在草地上，还是真的在沙滩上，还是真的在高山上练呢？假的啊，假的。那为什么你会放松呢？为什么有一种觉受呢？啊，实际上这个我们在意识思维里面它叫做独影意识啊，自己在放电影，自己在放电影，独自的产生一个影像，这个是一个欺骗啊，一个欺骗啊。那么完了以后，比方说你缺100万块钱，你就在家里想，哎呀，我的钱解决了，这100万块钱我终于拿到了，哎呀，我再不用犯愁了，哎呀，心可以放下了。然后实际上一睁开眼睛，你还缺100万，对不对？债主还在那等着你，是不是？你有没有真正解决问题？你没有真正解决。但是你为什么也有这种他们叫心理暗示，在这种暗示下你就也能释放啊，自己不再犯愁了，在那个里面觉得哇，一下子没有包袱了，一下子这个自己很轻松了，没有债了嘛啊。实际上这种叫什么？叫自我的麻醉啊，自己的在麻醉。这个实际上是在思维中是第六意识的一个假象意识，叫独影意识，它就放电影一样的给你放出来了。那么你真在海滩上，真在高山上，真在草地上，因为那个地方的负氧粒子特别多啊，那么这个空气特别清新，说是你真在这种场合修炼的时候，你很容易放松，一放松以后你的毛孔是张开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大量的负氧粒子通过你的毛孔、皮肤、穴道是渗到你体内去的，渗到体内去以后把你五脏六腑的这个垃圾怎么样，不好的气怎么样，就释放出去了。这一释放出去了，里面置换了清新的空气啊，这个高量级的一些能量进去了，所以你的舒畅，你的欢悦喜悦是真的，因为没有垃圾了。那么练到真这个层次，我们的主观意识能不能再去支配它了？阳的阴的我们都可以支配啊，你这个体内都有两种神，一种叫阳神，一种是什么阴神啊。说是阳神去支配的是阳性的能量，阴神支配的去支配的是阴性的能量。所以当你的心是阴的啊，那么邪恶的啊，违背仁义礼智信五德的时候，它调动的是阴军啊，使用的是阴性能量，说你这个人就特别的阴，别人看你叫老阴天，呵呵，整天愁眉不展，人家一看见你本来心情是欢愉的，结果一看见你哇，就不知道怎么就心情特别难受，不愿意守着你，呵呵，想着赶紧逃离啊。这个有的人这个到我这埋怨说，师父啊，我那些儿女为什么特别讨厌我，这个一见我都好像要赶紧跑的这个感觉，他们怎么这么不孝。实际上人家是怕你被你什么污染了，你这个体内纯阴啊，无阳，全是老阴天，全是臭烘烘的东西，那人家体内是干净的东西，说一看你这个人家就想逃离。为什么？等一会儿被你弄得心情特别沉重，被你搞的是没有精神，没有斗志，消极，
所以大家要知道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当我们是光明的、积极的、向上的、阳性的时候，我们吸引来的都是这种缘啊，都是积极的缘、光明的缘、亮丽的缘，都是顺顺利利的缘分。那当你是老阴天，那你吸引来的都是什么？都是这种消极的、低沉的、黑暗的，然后煽阴风点鬼火的这么一群人啊，就被小人被你吸引来了啊。所以这样就导致什么？导致人家啊，阳性的人不敢守着你啊，反倒吸引的都是那种跟你一样牢骚满腹啊，身体臭烘烘啊，这个喜欢去诽谤人、两舌说人是非的这么一个群体。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社会上大家都还都是喜欢积极向上的一个阳光性的人，而不是喜欢一个阴天下雨的人，是不是？那么你如果要成功，那些阴天下雨的人都是失败者，他在阴天下雨吗？啊，那些成功者都是阳光明媚、心情好、积极向上的人，说跟这样的一群人，他成功了，你也容易成功。所以是成功的法则，根据吸引力的法则也告诉我们，我们自己要把自己由阴是吧转阳。就是这就是离不开一个链子，火啊，不是 XS 那个绞丝的链，它是用火烧炼的链啊，用火烧炼的链。那么只有链子才能把我们体内的这个什么阴怎么样，这个湿木头的里面的那个水分蒸发啊，蒸发变成干燥的木头，然后我们才能够放出什么亮丽的、光明的火焰啊。那么这样就使自己表现出一种积极、兴奋、向上的、亮丽的人生啊。那么这样你就吸引到的客户、吸引到的朋友、吸引到的员工、吸引到的这个所有的助缘都是这样的人，所以说你就会什么开始走向成功，而不会走霉运。是不是一个人一生到底是怎么样的，决定权不在别人，决定权在你自己，在我们自己。所以说我们只有改变自己，我们才能够什么改变自己的吸引力法则，改变周围的环境。也就是你是这个阳性的，你吸引来的都是阳性的，那阳性是代表成功的啊，代表吉祥的，代表如意的，阴性是代表失败、不吉祥、不如意啊。所以是大家要知道，此生决定权是我们自己，这个世界没有人能救得了你，只有你自己什么救自己。这就是只有通过修炼才能彻底的改变我们的人生。你食宿人不修炼，你的意识叫阴意识，因为你追求财色名食睡，这个叫什么地狱什么五条根。你们是追求发财对吧，哦，这是地狱的根啊，追求色，色是什么男女色，这是只是其中一种。你追求豪宅，追求汽车啊，追求 LV 包，追求所有的物质的享受，这个对叫色法啊。你追求这个色的享受啊，高楼大厦、洋车什么东西，哎，那地狱什么根，地狱之根。哎，你追求出名，我这一辈子要出名，做一个很有名的人，这是什么地狱五条根啊。这个整天这儿有好吃的去吃，那有好吃的去吃啊，食嘛啊，就是做一个美食家，这是什么地狱什么五条根啊。你追求睡啊，这个天天睡觉，天天睡觉，说老师你不是鼓励我们睡觉吗？哎，待会儿我们讲我们的睡跟人家的睡有什么不同，你不要把那个睡昏睡啊，这个你躺在床上睡觉，人家家里进去，你家里把保险箱打开，把钱给你拿走了啊，然后最后再把你抬到地上，你都还没醒，
第二天还说鬼来了，这个鬼怎么把我抬地上了？实际上人家给你开了个玩笑，看你睡得特别香，把你抬地上了，你还在那睡，这叫什么？这叫迷糊，这叫昏沉，这叫睡晕了啊，睡昏了。说是这个睡字本身是叫垂暮，中文的字是不是一个暮一个垂，对不对？叫垂帘啊，叫垂帘，叫垂暮啊，不是睡昏的发昏的昏啊。所以是很多东西你们要重新学习啊，重新学习。所以是今天一个不修炼的人实际上是很可怕的，为什么？你在造地狱的根。也就是说你们在世俗社会上看到的励志教育、奋志教育、奋进教育、奋斗的目标，这些所有的东西实际上都是什么？在让你下地狱的根，在制造地狱的因。因为你失去了一个人最珍贵的目标追求啊。说是大家要知道，我们要惊醒一下啊，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那么他们这些都是因的啊，因的追求，这个是因的。那么我们追求的是开始从阳，阳去追求什么？那么我们就追求德行德行。我不追求财色名食睡了，我追求什么呢？我追求德行，就是我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五种德行我要彰显出来。无论我是有富有的，无论我是多么高的名声，那么无论我还是穷的啊，没有钱，那么我都不失德不缺德，坚决奉行五德的为人。我来到人世间就是作为一个道德的楷模，我没钱我也是一个道德的楷模，我有钱我也是一个道德的楷模。说古人说穷独善其身，富贵了我在帮助别人，没有钱穷我独善其身。以什么为善其身呢？仁义礼智信五德的持守。仁是慈悲之德，义是担当责任的一种德行，礼呢是尊卑，人家比我好，比我讲德行，我要向他学习啊，那这是礼。智德是什么？智德是战胜所有的感情，理性的活着的人，这个叫智德。那么最后一个是信德。信德是什么？信德就是我一切都要按照真实相来守信。我们为什么要修炼？修炼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个事实真相。什么样的事实真相？人会死，死后会有六道的轮回。说老师这没看到，六道轮回没看到，你没看到，圣者看到了。这个释迦牟尼讲，一圣所说你可以不信，二圣所说你可以不信，当千圣所说你还不信，你就是什么？你就没药可救了。什么意思？人家一个圣人告诉你人死以后有生死轮回，你可以不信，两个这样说你还可以不信，自古至今千圣万圣之人都说有六道生死轮回，你再不信就是什么？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就是叫所知障固执己见，非得等死后才信，等死后才信的时候不好玩了。为什么？你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了。所以说大家要知道，仁义礼智信这五德，信德是遵守社会的法律，遵守名扬两界的律法，叫名律。名律中我们杀死一只蚂蚁，杀死一只蚊子，都是要偿命的。在法律中我们只要不杀人就不用偿命啊，那这是人定的法律。在名律中你敢伤害众生，
的生命，你必须用命去偿还。所以大家要知道，我们除了守信活着的这个世界的律法之外，我们还要守信死后的律法啊，冥阳两界的律法。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建立了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酒。酒是今天你们南洋人不太容易犯酒戒，为什么？不喝酒。但是酒后面是乱性，酒后面是糊涂，酒后面是愚痴。你喝了酒了什么都不知道了，愚痴了，气也散了，光也耗了，说是败德了。说是这个叫什么？这个就是五戒啊，五戒。不淫不是光是这个不犯男女那点事儿，这个淫是什么？淫是过分，所有的东西你过分了都犯淫戒。你吃饭啊，你吃两个菜一个汤一碗饭都把它吃光了，哎，不过分，因为你需要这样的一个饭量。哎，你平常你吃不了这么多，你做这么多，虽然是两菜一汤一饭，过分浪费了，为什么？都倒掉了，吃的两筷子都倒掉了。你们到小贩中心，到这些食阁去吃东西，浪费多少东西？这是种的恶鬼道的因呐！你这一生浪费食物，下一生让你没有食物可以吃，种恶鬼道的因呐！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是罪过，是罪过的。你们需要一辆车，好好的车去接待客户，去承载家人，都 OK。你家里买了十辆车，每天换着样的开，过分，淫啊！你这个，尤其很多人还喜欢买个跑车，只能载着女朋友去兜风，这就更过分了啊！那个几百万，你把那个钱拿去给别人用，造福那些缺钱的人，你这多大的功德啊！所以大家知道，杀到淫王酒的淫，你们是没有被解释清楚的一个德行，要重视，不能过分。想吃点好的 ，OK， 啊，不杀生，为什么？那个吃三净肉，啊，这个是遮许的，啊，你非得活生生的，啊，这个中国这次为什么遭这么大的难？全世界为什么遭这么大的难？啊，要吃生猛的，不生猛不吃，不活不吃，不新鲜不吃，活生生的羊，看着它剥皮，看着它嚎叫，然后去吃它的肉，啊，活生生的海鲜就那么鸡哇烂叫的被下锅了，你听不到它有声音，啊，你觉得这个新鲜，哎，这样吃才有口感有美味，你造孽。所以大家要知道，修行实际上是在我们的每一天每一个念头中每一句话中去修。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使自己的这个肉身本来是光明无量的童子身再还原成光明无量的童子身呢？所以是方法实际上很简单，叫什么？叫道法自然。这个自然是燃烧的燃，你要自己燃烧自己，用这把火使自己的殿堂重新亮起来。我们这个房子如果没有电灯，你需要点一盏蜡烛燃起来，这个房子就瞬间的变成了一个什么光明的殿堂。说是我们只有自己把自己下腹腔的炉火在自己的心念力的作用下点燃起来，心中的佛灯把它点燃起来，炉脑腔的圆明性光上帝之光才会活泼泼圆脱脱光灼灼光而不耀的显现。这在佛法就称之为八地不动地的菩萨道了。
你已经成了八地菩萨了，不会再心动意摇，不会再退道了。所以大家去宗教感情，还原宗教内涵的实在，守信的去使用祖师大德们流传至今的 technology 技术方法，使自己的肉身重新还原成无量光，这是我们修炼的最核心的机密。不是你念了多少佛号，念了多少咒语啊，那都没有用啊，你的身还是一个大粪桶，还是个垃圾桶，还是漏了一块的装不住无量光的一个漏的器皿啊。那么这都是盲修瞎练，都是白用功夫啊。说是在我们修炼中如何能够快速的成就，那么就要寻找名师，日月的名师，日月明的名师，去有一个正确的教学方法给你，一个正确的技术方法给你，一个正向的引导给你啊。那么世间为什么把一个大号的佛法，一个基督教法，一个老子的道法教成了今天不能成就的，只有嘴皮子说说而已的嘴皮子道呢？是因为没有正式真正重视名师的教授。名师不仅要让你学会一些有为的阶梯的方法，更重要的是要你快速的引导你进去无为法的修炼。因为三世诸佛一切圣者的成就是无为法而成就的，有为法是成就不了，有为法只是一个假，要借这个假去修那个真啊。所以是那么无为法怎么样才能进去，这就是变成了一个天大的机密，修炼中的核心窍诀啊。说是如果不从这个窍诀入手，不去真进去无为法，你永远是一个凡夫俗子，你没有办法成圣的。因为都是假不是真，一真一切真，你只有找到真种子的时候，你再下功夫，你才可以什么结果，开花结果。你弄那个假种子使劲栽培它，也开不了花，结不了果。这是修炼第一步，叫明心，是吧，见性的功夫，也就是什么是心，什么是性。这个心性说起来实际上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但是你要想打开它，见到它，寻找到它，使它明起来，是一定要做功夫的，不是知道就完事了。那么第罗巴祖师在创立这个宗派的时候，为了帮助大家进入无为法，他提出了这个六步的要求啊，六步的要求，也就是你自己是否真正进入无为法了，有检验指标的啊，你看看你是不是符合这六个条件。如果是你在这六个方法中你没有出离这六个方法，那么你就还是凡夫禅，还是有为法啊，不，没有进去无为法。那么第一个是不可以想象，不可以想象。刚才说你想象制造一个假幻的环境，制造一个假幻的东西，然后结果是什么？独影意识，自己在欺骗自己，没有真实的变化。不思虑，左思右想，什么前思后想，不可以。你如果有，就是世间禅，就是世间法。那么不分别，对啦，不对啦，应该这个，不应该这个，
啊，你就在分别有二分法里面，这个就又不是了啊。然后不禅定，说老师你让我们修禅定，你还让我们不禅定。对，这个不禅定是说没有一个念头说我在修炼，我在打坐。因为你这个说我在修炼，我在打坐，我在禅定，还有一个什么，我在说是这个微法是人无我法无我，完全进去一个空性正见的光明世界里面，说是完全无人无我，只有什么一片光明啊。这在那罗六法里面叫眠光明定，又叫婴儿眠啊，婴儿眠又叫光明定啊，光明定，这个在六法中的这个第二法的啊，第三法，第二法是幻观，第三法是光明啊。然后还有不回忆，说是上一次哎呀那个境界很好啊，那个觉受很好，你回到上一次的这个回忆里，不对了啊，不对了。有的人坐禅也好修炼也好，哎呀我进不去，哎呀我想一想我上次怎么做的，完了你这回忆过去了，这又不对了，你停了在上一次的觉受，你没有超越。那么最后是什么？不动念，一点念头都没有，一点念头都没有，是不是就死了？心死神活，是死了，大脑完全死掉了，完全不思考了啊！所以是这个时候你有个灵明觉知在，就是外面的汽车声音，周围人说话的声音，老师在讲课的声音都还在，但是没有想象，没有思虑，没有分别，没有禅定，没有回忆，没有动念。这个时候的当下就是你的灵的思维，就叫本觉的妙明真心影现。这个时候就完全进入无为法里面的无为而不为，然后使用净光明境界的净色的地水火风空，净色透明的金木水火土，心造万法。去了这六个条件以后的妙明觉心中的圣观，用心造万法，这是修炼的窍诀。也就是说你上去就在用心胡思乱想着做事，想着结坛城，想着见本尊，想着什么，这个就是假的，假的，这是一假什么，一切假，而是这些东西全部没有了，自己进去一个灵明觉性以后，再生其心，而生其心，用心用净光明，如来化现，这个是真的，这个是真的。当然呢，作为你们刚入道不深的人，这是大难之事，谁能够真正的在应无所住的不动心中，能而生起心的，生起一念真念的去圣观，你已经入了圣者流了，因为已经是菩萨了，已经登地得地了。是大家呢在前期不要追求说我上去就达到这个境界，那你就是一种妄想和执着。那么怎么做？做老师给你的技术方法的功夫，不停的这样去熏修熏修熏修，到一个时候一下子进去了那个应无所住，恍然在本觉心中，然后明了。那么后面师父在教你而生起心的软件程序，用新的软件造出一个净土世界，造出一个自己的极乐世界，造出一个自己的报身和化身来。那这就是活着成为菩萨，
的真正的修法啊，真正的修法。你们没有上系统课程的，最好还是从系统课程中入手，扎扎实实的学习。那么既然知道此生要成就了，就没有时间给我们去浪费，时间很宝贵，更多的用在修炼上，更多的用在正量和正悟上下功夫，那么使自己早日成为活菩萨、活神仙、活先知啊，这是我们带大家上山修炼的这个真实目的。你的观，你的观就超越了。如果你真的是，真的是大追，然后到你的接来，分两臂到你的。有些年纪老的呢，大家就照顾一下啊，身体不好的照顾一下，打开毛孔啊，好好，手可以放下，十法界一切众生，弥陀佛，唵嘛呢叭咯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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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陀佛。守信的去使用祖师大德们流传至今的技术方法，使自己的肉身重新还原成无量光，这是我们修炼的最核心的机密。刚刚扶着脑袋，马上就去用大脑了。一闲着就让自己的心静下来，自己的月轮涌现出来，在这个静明月轮里面观世界、观事物、做事情、处理事情，然后自己就不会堕入无明，而在大明中看到事实的真相。好，十法功起来，在四面八方上中下三月。当年我们在香港的时候调动龙脉的时候，这个很巧，因为他们的天气预报报着有八号风球，就八级台风要进香港了，说是地铁要停，公交要停啊。平常在香港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暴乱，那这个那个地铁就要挤死个人呢啊，还要一路小跑去赶着地铁。但是那天我们上了地铁没有人，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才跟我说，我们出门的时候那个宾馆的经理不让我们出门，说、哎、你们出去干什么，说是这个我们要跟师父上山，还说你们还上山呢，一会儿有台风来八号呢，都挂起风球预警了，你还上什么山呢，等会儿地铁巴士都就停运了。他说不管，我师父来了，那个就没有了，台风就没有了。人家说：“哎呀，一群疯子，直抓脑袋
啊，那结果是他们在火车上在跟我说这个事儿。哎，我说我还不知道，因为我从来不太跟踪这些新闻什么的。哎，火车上、地铁上没人，巴士上也没人，好像是我们的专列一样。嗯，我们去那边调了以后，这个结果听天气预报说风走了，风球走了，没进来香港。那我就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讲，我说身边的徒弟们讲，我说这个呢，整个人类啊，什么时间能像香港这样静下来，都在家里待着，我们的这个人类就开始一个新的时空点了啊。当时我是在香港是这样跟他们讲的，我说首先欲望之都香港要静下来，那么再接着全人类都要静下来，不知道是用什么方法，因为简直是不可能的。那现在正应了这个时间，就是我们要把自己关在家里了啊。这个是因为全球大爆发，今天已经是将近九万例的，除了中国以外九万例的这个个案啊，遍布全世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全部都有了。说各国家现在如果再不把自己的国民都关在家里，任由着到处去串门，到处去所谓繁荣经济的话，那么整个世界的末日不是不可能到来的。人类既然不知道反思，留着这个躯壳没有用，不如毁了一代人。我们人类现在是第五人级，我们不希望从现在开启的是第六人级，我们希望以一个很小的一个代价，牺牲一小部分人的代价，换取全人类的觉醒啊！这是天道，这是天道对众生的爱。因为众生再这么走下去，通通是往地狱里走，把地藏菩萨老人家累死了啊！救一批又哗啦 来更多一批，救一批哗啦又来更多一批，说是无药可救了，无药可救了。但是我希望我们修炼者、觉醒者不要去死，要留着这个肉身去传道，说是大家呢赶紧的坚定自己的作为一个修炼者的决心和定力，此生矢志不移的、坚定不移的去修道、练道、成道、弘道，那么接下来的灾难跟你都没有关系。因为天道无亲常遇善人，你们是被天道选择的一批人，是要靠你们的嘴巴、靠你们的行为、靠你们的这个正念去弘扬正法，让人类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要活着，我们未来要干什么。我们在十年气功热里看到很多精神病啊，练气功练到精神病的，大部分是被动物灵体附体的精神病患者，因为没有师承、没有保护、没有传承，是不是？你一旦的自己的灵释放了，你的肉体没人管了，就被灵占据了啊，灵占据了，是不是？那么在我们的为什么修炼中特别重视法脉传承，就是你是谁的学生啊？因为既然你是他的学生，他就要对你负责任啊！你如果是他的徒弟，那就他更要对你负责任了啊！那这个徒弟就跟他的孩子一样，一日为师，终生为父，那他就更要对你负责任了。说是历来特别重视修炼，要找一个传承，要找一个日月名师来带领自己，更重要的是加入他的保护圈啊，因为他是一个正法的师父，他受天命在传法，那么天上的所有的神明对他都是一个认可的，上面的诸圣者、诸佛菩萨对他都是一个认可的啊，等于说他的天使啊，他的大天使他们派下来的，当然他就拥护他，就听所有的这个他们自己的这些圣者的护法神都听命于这个传法人，
这是 power， 这是权力，这是权威，要有这样的令旗令箭，这个我们在古代叫这个给你的尚方宝剑，给你的打神鞭啊，说是这个师傅他的身外身他受了这样的权，说是那么他就在隐态世界是一个统领诸神的一个将军，一个将军，他可以调度各路兵马来护持一个场啊，所以你要找到这样的人，那么你就在他的保护圈里面啊，这不是他去保护你，是整个的这个系统啊，这个军队，这个你在这个保护圈里他都是要保护你的。说是为什么要不能够随便的去外面，一个人突然发了神经病了，说他悟到了什么，说他这个看到了什么，他有什么本事，你们就跟他学。我刚从这个北美回来，加拿大也好，纽约也好，很多人在学 meditation， 听起来这个名字挺好听的，实际上很多都是没有传承的那些人，西方人他自以为聪明，看了几本书，学了一点瑜伽术，然后就玩起身心灵了啊，结果导致的很多人都被附体啊。这个这次我在纽约就帮了好几个人解掉他们的附体啊，当然解掉你的附体也要得到你本人的许可啊。当时有一个是被附体了，他们基本上是靠这个下童，叫上马下马，那么这样的一些动物仙附体来这个传法的。所以这位女士呢就被附上了，但是她不是主动的，结果去参与了一次就被附上了。附上了她就觉得不对劲，她就到处找师傅，找到我这儿来，这次我去纽约她务必要见我一面。这个都没有时间了，挤了一点时间给她，她就师傅我这是不是有东西，我一看我说有，我说你信什么，他就讲他信什么。我就说那你是要还是不要啊？就是让他走还是不让他走。他说我想想吧。我说你想想，等我下次来纽约再说，你就回去好好。哎，别，我再想想，我现在想啊。这个他说弄得我又不能睡觉，他脸卡白卡白的，逢是被动物仙附体的人他的脸是惨白色的啊，因为他是冷血动物嘛，我们人是热血的啊，所以说他那个脸卡白卡白的，睡不着觉，然后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想法啊，这个都不是他的想法啊，最后三思而后行，这想了，我说我你赶紧，后面还有人排队，你走吧。哎，等，这样三次以后说师傅你给他拿掉吧。我说是你说的啊，然后我就请了，然后把他们，因为我手里有打神鞭，一般的这些邪灵附体到我这儿都是要投降的，就是诸神呐、啊，这个你们听过是张天师在此，诸神退位啊，打神鞭一出来以后，没有人敢再跟你较量的，因为这是玉皇大帝给的，那直接不听就灭了他了啊，这个就是你是邪灵，你这个不能够附人神啊，所以是后来我们一般是不灭，你听令我就送你去一个地方修炼。啊，这个值日神来，我就给他一道符令，他就送他去修炼了，也不是杀了他灭了他，因为动物都有成佛的这个许可权，众生皆有佛性，皆甘做佛，没说不可以的。但是你不可以附人体。跟他一起来的一个女的在旁边就说，师父我没有吧，我说你身后那个是什么，他马上就说那个叫保家仙儿，那是我爸爸我奶奶，他就跟上去了，然后我奶奶去世以后他跟我爸爸最近死了又跟着我啊，他帮了我很多忙。我说你叫他保家仙儿，哎，也是保家仙儿，不过你看你满脸乌黑就知道他是保的什么家了啊，然后基本上是也是灵体附体啊。他说那我不让他走啊，他帮了我很多忙。我说阿弥陀佛，你可以继续跟他一起玩。所以大家要知道一个众生的迷魂颠倒，我们的真心真意
怎么样才能够出来，真我怎么样才能出来，必须完全终止自己的意识我的作用，自己实身我的作用，自己知见立知是为无明本的无明的打破，使自己的灵明觉性出来做主。那这个方法怎么样才能做到？就是只有一种方法，练气的方法，使自己的先天气后天气，得之者浑如醉，这如醉的感觉就是恍兮呼吸，呼吸恍兮，在这个完全的混沌的状态下进去以后，再燃起自己的心中火，心中灯，燃起自己的炉中火，使自己体内产生大光明的光明定，在光明定里面的婴儿眠，像婴儿一样睡眠的光明定里面影现出来的所有的智慧，那就是真主人的智慧。在这样的真智慧的作用下，你开始创造全新的人生，圆满无瑕的人生，就是成佛菩萨，成活神仙，成活着的先知。所以是这部功法又回来了，就是教给你们的止观法。说是这是什么？这是觉醒灵的唯一的一个方法。如果你们不肯用这个方法，你们这一世是没有救的。不要追求后面有多少个技术方法，多么高级的技术方法，这是盖楼的地基。如果不把这个地基盖好，一假一切假，在禅宗里面叫煮沙成饭，弄一锅沙，拼命的熬，拼命的煮，煮了三辈子、三十辈子、三百辈子、三大和僧祇劫，你也煮不成一锅饭。说是祖师大德说，要煮饭找饭本，什么意思？找大米，找大米。那么要成佛干什么？要找自己的自心佛，要找自己的真主人，要找自己的真种，找真种的方法，恍兮呼吸，呼吸恍兮，无人无我中啪的一下子幡然，在灵明觉性中一点欲望没有的清醒，在这个清醒里面，再用老师教给你的技术方法去盖自己的净土世界，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方法。所以是说了半天，还是一个止观法，还是一个燃。说今天晚上你们继续接着燃，记住这个燃烧的燃，好不好？好了，我们还有一个点，抓紧时间。上士闻道仅能修止，中士闻道若即什么若离，下士闻道什么大笑之啊！你们是什么人啊？耶稣为什么带着门徒也上山，
我师父熊教授也带着我上山修炼，那么我现在也特别重视带着大家上山修炼，因为在这个山中有负阳粒子，有天地的阳性极强的能量，那么天地能量是我们人体能量的母亲和父亲，叫天父，叫地母。人的能量来自天父地母的给予和无常的赐予。我们为什么要度今生的父母，帮今生父母以及父母的九族消业障？我们为什么要帮过去七世父母消业障，帮过去七世父母的历代祖先消业障？啊，就是因为这个你他的业障不消，那么全息的父债子还的携带在你身上，到时候他就形成了一种像山一样大的阻碍障碍力，阻挠你，你不能够顺顺利利，你不能够健健康康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修炼中第一个要重视的，什么叫清音什么消业啊。清音消业呢，这个光靠自己在家诵经诵咒做小法会是不是能够起到作用啊？比不做好啊，比那些从来不这样做的人，那你肯定是在消业障了，肯定是好。那么我们过去的大德《梁王宝忏》这本书是宝智公禅师奉梁武帝这个编撰的一个忏悔仪轨，后来又有大悲忏什么等等的，药王忏、药师忏啊等等的这些忏悔仪啊才诞生。那么为什么古来大德他要用这种方法来这个做法会建道场，集合你们每一个人的小宇宙小道场，再联合诸佛菩萨的大道场办一个广大圆满的海陆空大法会？那么这种法会真成功了，那你在这种大的磁场上作用力下，那么你消的业障会怎么样？那就是很多无量的业障都会消掉，因为它的力量大嘛，道场的力量大嘛。所以大家要重视经常性的参加一些如法的法会。那如法的法会，首先之前给大家特别强调，就是要有一个如法的一个师父，一个主法师。那么这个主法师除了戒德高远之外，他还要有什么？还要有观道优位，也就是他自己能够通阴阳，能够观到阴阳两界中的事情，这叫观道优微。优是看不见的，微是细小的，细小的因果他都能看得到啊，微小的事情他都能看得到，叫观道优微啊。因为那个鬼很小啊，鬼很小，那么小鬼小鬼他就是基本上高的才是你脚背那么高啊。那么说你们天天这个眼皮子高往上看，为什么看不见鬼啊？因为他都在地板上面，高高的才你的脚的这个鞋这么厚这么高，九分长啊。那么矮的有六分的，还有三分的，还有更小的一分的，还有论萎靡的小鬼小鬼还小的啊。所以是那么这个呢，就是你没有观到优和微的功夫，你是观不到他们有没有来的，或者从你体内有没有释放出去的啊。所以是这个要有这么一个主法师来引导你啊，来主持这个法会，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对圣众的要求，就是参与法会的人你要有道，就像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这个续分品里，释迦牟尼带着大家来听经的时候，这个续分品里都写了一句话，叫与会大众神通什么一句，你们都不敢讲，为什么？今天是张卜生在带你们做法会，与会大众神通不具啊。这个你们去寺院里连法师也没有神通，说上至法师下至这个什么
信众神通不惧，神通不惧你干什么？你在这儿，你不就是舞台上演戏的啊？你上不能够请诸佛菩萨，下不能打开地狱之门啊，你不能请六道众生，这个天众一应天众都来参加法会，那你这不就是成了戏子啦，在舞台上敲锣打鼓热闹着演戏的啦，那这哪有什么作用，对不对？无非是一场假装的演戏的戏子，那么就根本就没有超度力。为什么今天寺院里很多师父们身体健康不好，都是背业债背的太多了？为什么？人家给了钱捐到寺上来了，一个牌位一个什么，一次多少钱，那最后的话你没给人超度走，没超度走可以，你拿了钱财你来跟鬼同居啊，那是十方道场，说是他们的僧寮啊，哎，他们的这个大雄宝殿呐、啊，各种活动场所里面，到处充满着密密麻麻、黑压压的鬼。为什么？本来是可以这个请地藏菩萨，这个收在地藏殿里面，啊，这个大雄宝殿有个地藏殿，但是今天他们这个上至方丈，下至监院，都没有神通力，就是沟通不了诸佛菩萨。只是这个摆个线儿在那，就以为就管事儿了，实际上差距太远啊。那么对信众还有什么要求？对信众要求就是你一定要启动什么叫神通倚具。神通倚具不是像你们想象你会陆地飞行啦，你会这个什么填山溢海啦，你这个就是神通倚具，不是这种神通。这种神通是什么？就是所谓的神通倚具，是每个人的道场开启。你的道场怎么开启？这两天老师怎么教的你的道法？什么自然？所以是逢是不教你燃心灯，点亮心灯，燃烧自己的炉火，整个自然自己的，你的道场起不来。那你这些信众大家都在这有宇宙，有小宇宙，有道场启动不来，那么这个整个道场会不会变成大道场？就不会了，那你就变成顽石一堆，都是石头，没有磁铁啊，没有磁场啊，说是那么这种没有场，那么它就不能够使六道众生在场中和我们相会，他跟我们相会是在场中相会，不是通过4%的眼睛看、耳朵听、身触摸。所以说他是96%的隐态世界物，他只有用通过我们道，道道相同，佛佛相同，他在道中，我们在道中，哎，这就很容易沟通。所以这是你的本具神通力。是你的灵性本具的神通力，说是那么神通语句与会大众神通语句，不是你会什么五眼六通功，而是你开启了自己的道场，开启了自己的道场，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是道，你是道，有没有神通？道怎么会没有神通？所以是与会大众神通语句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是一个道法什么自然。每一个与会大众你都要点亮心灯，都要燃起炉火，都要有道，然后道道相同，道道我们相叠加，然后变成了一个大道场。这个时候这个道场已成啊，然后堪供养什么圣者法会一般啊，所以是这个时候才有效果，才有效果。所以我们每次 OS 办法会呢，一定领着大家去从止观开始的啊，这就是让大家燃自己，然后把自己的道立起来，然后我们就可以变成一个大道场，然后在这个大道场中，这个请诸佛菩萨降临，请圣者们降临，那么这样圣者都来了，那么所有的六道众生也愿意来赴这个法会。为什么？有圣者在这，有大人物在这啊，那么可以得到机会，得到特赦，得到这个超度的机会，所以是六道众生也容易因我们的邀请而来到法会现场。通过什么？通过我们的 DNA， 通过量子纠缠，通过你的心愿力
啊，所以是大家在做的时候心愿力要广大圆满。我们昨天讲了，我们修炼无非是从我们的这个壳里最后出来一个金刚不坏的啊，在这个净色界这个色究竟天里面，用我们的模型造出一个金刚不坏的报身佛来，那这就是今生成就，一生成就。无非无论叫他是道，叫他先知，还是叫他是佛，都是金刚不坏的。原本他是金刚不坏的，后来用你的这个身躯做了模具，使他具则成形了，那么他变成一个报身成就者啊，无非是这个样子。那么你如果有业障在这个上面，业障太重，像水泥一样的糊在上面，然后又干了，最后又被钢筋混凝土又这个包在这个钢筋混凝土里面了，敲都敲不碎了，这是什么？这是业障。虽然这些业障张在这个外面，但是里面的这个是因为是金刚不坏的不死的明点，是你的灵点，所以是你不用担心它不会成就，他一定成就。那你要成就他，你就要下功夫。在哪下功夫？清音消业是一个很大的功夫。为什么伊斯兰教徒人家规定一定你此生里面你再没有钱，你要攒足的钱去麦加朝圣一次啊，朝圣一次。那么他就借着麦加的那个天房的那个场，对你外层的这种金刚这种坚固的和钢筋混凝土一样的业障碎裂啊，碎裂，他要借这个场啊。你们是没有注意研究，像我们在注意研究它，特别麦加朝圣的时候，你看那个电视画面，整个所有的人朝向一个方向选啊，他们在边念经边宣，边念经边宣，哇哇哇，业气光阴带动着场性巨大的变化，然后有一个巨大的场照在那个地方，在场中的人都会受到变化。这是什么？这是清心消业。所以他们每天五次要做清心消业的工作，但是现在也流于形式了啊，这是说护法没有来啊，也是这个流于形式了，没有真正的自然燃成道，对吧？道法自然，他如果每一个人都燃着自己的心灯，燃着自己的炉火，这个宝月轮明亮着在那做这个仪轨，那整个场是一个透明的光的无量光的场，所有的东西到那儿都会被化成光的，就不可能染病了，就变成金刚不坏了。啊，所以是我们要修行者要懂得清心消业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工程，是基础工程。所以是我们应该像人家伊斯兰一样，每天五次忏悔，五次超度。啊，你每个礼拜里面应该有一天拿出来专门干这件事儿。说是今天我们看到，人家伊斯兰，人家有这样的一个方法，一个礼拜来做一次，一天专门做这件事儿，每天有五次来做这件事儿。那么基督教人家有这个星期天的祷告，上教堂去唱赞美诗啊，唱这个歌，然后唱圣歌，然后去净化自己一次。然后天主教一天三次啊，每一个礼拜也要去啊，这个教堂去一次啊。那么今天我们最可怜的就是我们这些华人啊，我们没有五日三省吾身，孔子早都提醒我们了，我们没有了啊。我们想起来跑庙里去搞一次啊，想不起来这个一年也不去庙里去拜一次，也不去大佛堂拜一次。本身每个人你们都是带着财的，为什么临门一脚那个钱就老是不进你们的账？实际上就是很简单，业障挡住了，在球门呢有一个门槛儿，你那个球到踢进门来了，到门槛被弹回去了，眼看着钱要进来又弹跑了，这不业障吗？有个门槛儿，你过不去那个坎儿，是不是？我们一定要提前
这个每一个礼拜至少有一天啊，一天也不用全天，你哪怕拿一个上午或者一个下午两三个小时去做一次清理的工作啊。那么这个以前呢，唐朝为什么我们中国这个在全世界是最富有的一个国家，就是因为什么，这个户户观世音，家家土地公，上面拜着摆着观世音菩萨，下面是供着福德正神土地公啊。那么土地公福德正神他是既帮助你家积累正德正财的啊，观世音是赐福消灾免受免难的，因为他老人家慈悲，大慈大悲。在唐朝呢，密法施政者特别多，能够给观音像开光的这种师傅特别多，所以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是供的正法的传承的，不像现在的这个江湖术士啊，我去给几家这个观音像开光，后来我看他们观音像上这面一点红，那面一点绿，那里面一笔什么东西，我说这是什么，他说哎，那个师傅给我家观音开光的时候拿着朱砂笔点的，我说这个点的啊，这样菩萨会不会高兴，他说不懂，反正他们是这样开光，我说你不用不懂，你拿个朱砂笔我给你点一点，你就这样每天出去，你看你舒服不舒服啊，能舒服了，这一点红那一点绿，这一点大花脸，然后就这样出去办事了，你家的观音一出来都是这种德行啊，这个花花的脸，这一看就是江湖术士那些附体的道士们干的事儿，对不对？那正法它不可能观音像那么庄严，那么一正庄严，那你怎么可以给他点的乱七八糟花里胡哨的呢？这可一看就是连个人，你人都不可以这样化妆嘛，对不对？你怎么可以给诸佛菩萨化成这个样子，还这个哎，他开光了，那没把鬼开上去就算阿弥陀佛的，就算好的，那开光成了也开了个鬼，说我家正好使，然后一求就中马票，一求就中万字啊，那不是个鬼是什么，诸佛菩萨才不给你去中马票了，他怎么会让你贪呢啊。所以大家要知道正法到了这个末法时期啊，众生可怜，你们要做众生的楷模，要好好施政，好好施政首先要从什么清音消业，清理业障这个方面，然后每一天你不能日三省吾身，对吧，你三就是三次，至少三次早中晚，那你至少早晚省视一下自己，说我们有早晚课的课诵啊，早晚课的课诵，修心就是什么，哎，就像今天我们遇到这个事儿，遇到这个事儿我的心能不能定得住啊，能定得住就是有点定力，有点修为，修心有点成就。如果我被某件事扰动了自己的心乱了，这个心态起波浪了，心态定不住了，这个我们的心呢、啊、像一个海浪一样，这个很难心平气和，很难心静如止水。所以你要修一个心静如止水，你要修一个心平气和，不动摇，不动明王，不动心啊。那么这是修心的内容，修心的内容，那么它其中有一个部分叫如理思维，如理思维叫思维修，通过思维修来在高端智慧上评判事情，决策事情，那么你就不乱，在世间你是个大人物，为什么别人都动你不动，对吧，那么你很静很冷静，在冷静中处理事情你就不乱，你不是在乱中去做事情就一定是混乱的啊。所以是这个就是什么，这是修心这个层面的内容。当然修心里面还有几个层次的修心，一个是什么，修这个啊，叫出离心，就是你不能再在六道中混了，你的灵都着急了，你在六道中今生混这个人样子不错，下辈子是不是人很难说，说你要有强烈的出离心，就是我在六道都不混了，
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我都不混了，我要出离，我要强烈的升起出离心，这是修心的一个很关键的内容。为什么？肉体不是你，你的灵要从这个肉体出离脱壳，不单这个不再入人的壳，其他的这个动物的壳、鬼的壳、天人壳、阿修罗的壳，我都不要入进去了。这叫什么？这叫出离，出离这个壳。这个你们实际上是跟蜗牛很相似的这个人。蜗牛是什么？蜗牛走到哪儿，它都把房子背在哪儿。你们好一点是没背着房子走，但是你们不肯放下自己的执着，那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累赘，这个包袱你们天天背着走。要做人，做好人，好好做人，这是个很大的个包袱啊。那么为什么？因为这是六道的壳，六道轮回的壳，就跟那个蜗牛背着那个壳走是一个道理的，只不过你没发现它是一个壳，你背这个人壳，乌龟背这个乌龟壳，蜗牛背这个 蜗牛壳，你背着一个大包袱，这么一个壳，六道的壳，在六道里转，一会儿换个动物的壳，一会儿换个人的壳，一会儿换个天人的壳，仅此而已啊。说是你要出离，从这个壳里出离，从这个六道的生死轮回中出离，这是一个强烈的出离心。你出离了，你发现你家里的人还在火宅里面，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你的儿女、你的父母都在火宅里面喊救命，都被大洪水冲走了，在水里喊着救命。因为这个古人形容我们六道如火宅啊，这个我们三恶道如这个大水、大洪水，把人都淹没进去了，死死不了，活活不了，恐惧中啊，随时都会被淹死的大恐惧中。这是三恶道如洪水猛兽。说是你看到亲人被猛兽要袭击了，要吃掉了，被火要烧掉了，你那么忍心自己出离吗？所以是我们修菩萨道的要修心。修什么心？菩提心。菩提心，菩提心就是愿菩提心，我愿天下父母，愿天下所有的众生都从六道中出离，不再做六道轮回的种子，不背这个六道的壳。那么出离心，你要知道升起菩提心是愿菩提心，愿所有众生都出离。但在菩提心有几个层面的菩提心，第一是愿。说是你们中间很多修大乘佛教的，修大乘佛教就是也发了愿了，度众生啊，我要做菩萨啊，度众生，我要做佛度众生，也发了愿了。但是你不知道圣意菩提心。圣意菩提心是什么？圣意菩提心是这个菩提心是空性的，是没有的，只有空性它才能广大圆满。如果不空性，你的心就这么大，你就不能广大圆满，因为这个不空嘛。说是你如果借着这个心修一个空心，和整个法界能圆满成一个整体，那就是什么？那就是空性菩提心。实际上我在止观妙法里面把这个菩提心的三项都给你们融在里面了。第一，你要有出离心；第二，你要有菩提心。说是我在引导着你们修炼的时候都说不要为一己之私而修而练，有没有？哎，这就是菩提心，哎，这就是菩提心啊。那么这个愿成无上佛道，那么这就是出离心，对吧？那么最后你恍兮呼吸，呼吸恍兮，无人无我，啪，自己空掉了，身空掉了，心空掉了，这叫空性菩提心啊。空性菩提心在这个空性里面再聚起圆成一心，聚则成形，就会形成宝月轮啊。你的炉火升起来，心的念无人无我，啪，一个宝月轮出来了。这个宝月轮叫实相菩提心。
然后你的所有的功德都从这个宝月轮里面去建立，就是功德力，就是功德圆满始成佛。如果从自己的大脑中去做善，你只不过是一个人天福报，你没有菩提心，没有这个佛种，你不能成佛。月轮即是佛种，即是你的如来性光凝聚成的一个真心，这是明心的过程，也是明菩提心，实相菩提心。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修性功，性功就是在密法里面，这是以前没给你们透露的秘密，在密法里面，这个持素叫身外有身，密法里面叫净幻身，就是这个肉体身里面要出来一个身体，能够在法界穿越，它叫净幻身。净幻身现在在南罗六法里面只看到这个什么呢？只看到幻观，就是把这个世间所有的东西修成假幻，这个有这样的修法，但是修净幻身的法很少有人传，很少有人传。但是我们有这个传承，但是没有教你们，说是这个是什么？可以从肉体中走出去一个身，可以穿越法界。虽然我没有教这个密宗的这部法，但是我在熊老师的传承中教给了你们陪练元神法，在二年级有，就是你可以用自己的心肝脾肾肺，魂魄神里面的精华，陪出一个独立肉体可以穿越空间的这么一个身外神，我们称之为道门称之为元神，佛门称之为净幻身。净幻身的修法跟元神、御神、圣神三神修法不太一样，它是两个体系，一个佛法传承，一个，但是都要用身外身。为什么？只有用身外身，你才可以到地定观。就我要去长城，我人在这儿，我已经到了长城，不是念头，不是想象，是真的。你有一个影子身在长城，那么这就是什么？到地定观，你去了啊，你去了。在神这个层次，在幻身这个层次，是神仙之间修成的人之间彼此可以见面，世俗人看不见。在这个基础上，最后要修极细的细身，极细的细身叫婴儿，叫圣婴啊。这个在基督教也叫圣婴，在我们这个道家里面也叫圣婴，在这个佛门里叫极细身。极细身就是很细小的一个身，但是它是金刚不坏的，它是你的不死明点里面本有的洒脱打开以后成功的。所有的人都有灵，一辈子打不开它。为什么不能打开？因为打开怕被你外在的这些东西污染它，你的贪嗔痴一慢会污染它，所以是不让你去打开这个铁链啊。只有用自己的这个净了自己的身口意啊，你前面的这个修心都达到位，修命到位了，这个铁链才会自己开，它要靠你的全身的所有的精华能量冲开它，这个叫地涌金莲，涌出一个紫金莲，把自己的这个紫金莲的八瓣铁莲打开，中央是一个黄色的宫殿，六合宫殿，你自己的那个不死金身，它才能成就报身，成就报身。所以是大家要懂这些，就是这是性功的修炼。性不是修一个什么哦，我是佛性，我是什么什么的，不是。它有性光点、性光团、性光体，最后是要有个灵体、性体能够穿越法界。释迦牟尼在倒立天宫为母说法，是他的肉身上去了？不是。这个，所以大家知道这些呢，都是极秘密的法。那你非得要老实巴交的，像读中学、读小学、读中学、读大学一样，每门科、每一科科目你都要及格，你才能升级。说是作为大家，那么想着一生成就，想着使自己的灵不再受六道轮回的果报，
那么你就必须认认真真的修这四门技术，清阴消业的技术方法，修命功的技术方法，修四心，就是出离心、菩提心、实相菩那个空性菩提心、实相菩提心、阿字菩提心，你要修这四心，修心的方法。那么还有这个修这个命体金刚不坏的方法，你不能使这个肉体早一天毁坏，因为你要用这个气做不漏的气，使它承载东西，才能使自己的性啊灵性完全的变成报身，最后化身无量，才能度众生，才能功德圆满，你才能够成就本来的这个佛陀的这样的一个圆满的事业。所以大家要知道，整个修炼它是这么一个严格的一个次第和程序。那么在清阴消业这上面，这就是所有修炼所必须的根基，要从这个地方做。不要在原地坐啊，走。跟哪家一样？坐，跟着大人坐坐点。站如松，像一棵松树一样直直的，看看他练出东西来。这次的场性的安排呢，就是给大家练了五个丹田，一个是头顶的顶丹，顶丹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山上练的，一个是颅脑腔的丹，是在那个水坝那练的啊，一个是胸腔的，是在那个露营区练的，一个是下腹腔的。那么刚才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是带着大家来到正丹田，也就是黄庭来练的啊，是基本上我们整个的这一次呢，在时空安排的这个就圆满了。借助天时地利人和这三要素，使你自己的这个心中的佛种、道种、上帝之种开花结果，是你自己的，开自己的花，结自己的果。